十，负面该向个，负水面向该向个化，系对导向五因素脚损滥染不当留下来该判法。国在用传统化等，做该破地负面向该向个化。俩作品系用图判风格个细温，背向该向个来面向。解释莫穷用时代五行的生活背景，让五因素互相辉映。